Hello， 你好，非常欢迎你回到我们的感恩力量21天练习面来。在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是感恩你所看到的一切。在昨天我们进行了一个练习，就是去感恩，去静下来，仔细的去聆听我们所听到的一切。而在今天我们要做的练习是仔细的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我们所看得到的东西，让我们开始觉察真正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切，去观察它，把你的视线放松，把你的身体放松，完完全全扩大你的视线范围，把你所看到的一幅景色跟人物像看一幅神奇的画一样去观赏，去专注在去观赏你所看到的一切。我们喜欢看电影，但是我们很少去观察我们周遭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小细节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发现到的，有什么样的颜色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看到的，有什么样有趣的事物，甚至有没有什么是让你感觉不好的事情，而你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练习发现它的美。一切的存在都是自然的存在，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请你认真的放松，认真的去观察，认真的去看你所看到的所有人事物，然后闭上眼睛重现这个画面，感谢你的视觉让你可以看见这些美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练习，那我们明天见咯。